第三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天之痕啊！上一次呢，我们就在这边，现在我们拿到了令牌，要去巴蜀啊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走，巴蜀我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有令牌，滚呐、啊，我有令牌啊，他让我过去了，哦，我们走啊，我有令牌啊，不要阻挡我，哎。看一下这里，被摧毁的裴林郡哦，被摧毁的裴林郡啊！不要挡我，我们走。哎，又是这个花，又是这一朵花，again，绝技啊，绝技啊！这一朵花我没有大绝啊，他们我没有。哎，花是不是应该怕火啊？火大绝，可是他刚刚的御蛾火也没有很多啊，奇怪，也没有很多，也没有很多。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很多？怎么样才会很多？不知道，他还会偷偷补血哦。原来会打这么久，就是因为他们会偷偷补血。哦，来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继续走啊！裴林郡不是啊，巴蜀我们来了。哎，喂，喂，两个欧狼，欧狼，欧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庄园有这么黑的人吗？不是吧，是不是时空错乱？庄园有这么黑的人吗？还是你们晒太黑了？这个，如果你看到你们的家人啊，脸已经黑成这样的，你就要去叫他做肝病检查，这可能有肝癌的前兆，真的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的家人脸有这么黑的话，如果没晒到太阳，脸还这么黑哦，那就更恐怖哦。没晒太阳，脸还可以黑成这样，就真的更恐怖了。这应该有肝硬化的前兆了，要赶快治疗一下。嘿，程咬金，因为这两个就是程咬金哦，我觉得真的长得还蛮像的，可是没有这么多。哎，他跑掉了！哎，你跑什么啦？我大绝都放下去了。喂，你跑什么？哎，喂，恢复全体生命力1000，他跑掉了。真啊，等一下死啊，等一下死啊！该死的去死啊！哇！哦吼！哦吼！哦，进球的大绝都省下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去了。是这里吗？这里为什么有一个人？啊，不太妙，有人不太妙。先存档。为什么会有一个人？先存档。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人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。你好，古墓守护神，我是仙界的异物仙，只要跟我买东西，我就会帮免费帮人治疗哦。好，就这样跟你买东西就会治疗哦。这什么东西？这太好笑了吧！买东西兼治疗，什么啦？哪招啦？我跟你买这个好不好？多带一点银两、那我买一颗好不好？一颗我就治疗全满。我买这么多干嘛？呵呵呵，有需要再来。全身笼罩一股清风，因为这个就是伤人哎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人？为什么都到这里了，还要跟我赚钱？为什么都到这了还要赚钱？仙人不是应该那个忘却忘却这些世俗之物吗？你们是谁？我是陈靖仇。我是陈靖仇，我不是讲了？讲了还要打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干嘛要打嘞？我不是讲我是陈靖仇了，因为是听到我是陈靖仇，所以要打吗？偷窃啦！身上有没有钱？身上没有任何物品，身上没有任何物品，够可怜啊！你怎么那么穷？你是不是长期守在古墓里面，没有油水可以捞，所以穷成这样？长期守在古墓这么可怜哦！叫你们长官出来，我要见见你们长官。在存血了，在存血了，叫你们长官出来啦！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？那商人有问题，有啊，真的有问题啊！来了来了，等等，可恶！为什么古墓也有宇文泰斯的军队？阿愁，这一定是宇文泰斯也发现手上那个女娲石是假的，才派此人来抢真正的女娲石。
谁说这里就是真正的女娲石？好了，不讲了，继续。啊，陈哥哥，会不会又是上次那个宇文泰师，他又亲自来了呢？他亲自来，我们就没辙啦，打不赢啦，死定啦，很有可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更加小心，抢在他们之前将女娲石弄到手。这次再失败，就真的不知道该拿什么面对宁珂郡主了。哦，要面对他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面对他？我只觉得他在利用我们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帮我们找石头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找石头，就为了师傅说什么九五之阵，九五之阵。好啦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我已经翻到攻略本，我刚才在翻攻略本呢、啊，翻到攻略本的那个地图点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哦，大地图，补给点，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？我现在在哪里？人在哪？这里有保障是不是？插入必有保障。那个轩辕剑很甘心的，就是插入并放保障，不让你走冤枉路，有没有？即便你走到那边啊，发现有保障，就觉得啊自己好像没有走错。如果都走对了啊，就少拿一点保障；如果都走错了啊，就多拿一点保障。插入必有保障。赢了，没有，赢了。我刚才没看到，我刚才放了什么招？虚招，只是虚招而已。我刚才放了什么，我也不晓得哎，不知道不知道，这个拿得到吗？距离太远了，要怎么拿？人在哪里？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距离太遥远，要怎么进去？要怎么进去？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里好像有，这里好像有可以进去，这里要怎么进去？那个人是谁？怎么在这边练功啊？那个人是谁？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有一个绝技啊，先用绝技啊。这里有什么？此时进入迷宫会随机遇到一个敌人，有一个敌人会主动问玩家问题，要以成立的相减法，必须移动那个数字才行。条件是移动哪一个数字？62减。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遇到再说了。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NPC 在干什么？这个 NPC 你在干什么？刚刚不小心麦掉了。NPC 你在干什么？把麦弄好。NPC，这里进不去吗？有没有隐藏的路？感觉好像要进去了。一直按空白键，连打空白键。进不去吗？真的进不去？喂，不行啊！不能穿墙吗？不行，没有得穿。不能穿墙，不能啊！按 U 可以跳过去，真的还假的？你当这一款是什么游戏？按 U 可以跳过去，太好笑了吧！按 U 可以跳过去，我来看一下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跳过去啊，好不好？我手上有攻略本，这时候不看攻略本要怎么时候看？对不对？这时候不看待何时？我看一下哦。巴蜀古墓，打赢他的宠物，沿着古墓的墙角才可以进入，非常不好找。攻略本就写这几句话而已，也不说沿哪个墙角才能进去，还讲非常不好找。沿着墙角才能进去，非常不好找。那要滑鼠，非常不好找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好找一点？非常不好找。墙角，沿着墙角可以进去，非常不好找。哪里呀？他的宠物是上古神兽还是不知道？他感觉就是练家子的，有没有？找不到，目前还找不到，真的超级难找的。沿着墙角可以进去，按 U 哦 ，U 就不能跳没？谁跟你们讲可以按 U 的？谁跟你们讲的？这太好笑了，按 U， 进不去啊！对，又遇到怪了，遇到怪也很麻烦，颇为麻烦。啊，还好是这两只，咻咻咻咻。这个也怕小雪的奇术嘛，对不对？小雪的奇术放下去，拿稿子没有用啦。他们有没有钱？赤金，
这不会念了。成功，成功偷到什么东西？哦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我成功偷到东西耶！厉害，就这一招了。他们打了这一招就会灰飞烟灭。很好，我们继续找路啊。非常不好找，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这一面，有没有？喂，哎，感觉就在这啊！你看这里有影子，有没有？感觉在这有没有？嗯，感觉就在这，不用挖，不用挖，不用挖，嗯，不用挖，不用挖，嗯，这一款游戏没有稿子，他们不能用使用道具啊。哎，使用道具不是这样用的。哎，还是进不去。哦，噔噔噔，哎，为什么攻略本不讲哪里有？哪里可以那个？哪里可以进去？还是不是在这？不是在这，是不是？要用传送的，是不是？传送点？为什么它的传送点写在外面呢、啊？哦，不是这里哎、欸，它写的地方在不是这里哎、欸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我终于看到了哦。攻略本有写，攻略本有写，非常不好找。告诉大家有多不好找，你在这边找一辈子都找不到。在这边找一辈子都找不到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在这里。喂，呼呼呼。哎，你就写在这啊。嗯，攻略本说在这、欸。有没有很神奇的感觉？哎，走进来了。哦吼，走进来了。我的老天爷啊。哦，走进来了。哦，我走进来了。我穿墙而过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告诉你，没有攻略本，你八辈子都别想走过去。听我的话，八辈子都别想走过去。攻略本竟然有血，不科学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本来很看清这一本攻略本的。哦，走过去有没有？非常不好找。现在还有，还要再穿一个。这里还不行，这里还不行，走到这里还不够，有没有？还要再穿。喂，哦哦哦，这里这里这里是走这里，哎，这样还不能过去，走到这有什么用？走到这还不行啊，走到这还不够，哎，攻略本说走到那一块就可以直接传送过去啊，哎呀，又骗我，我又被攻略本骗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没攻略本也，攻略本很烂没错啊，所以都找不太到，有没有？不然照理讲，很好的攻略本就会马上提醒你在哪一个角落可以穿墙而过，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在那边摸索，找得这么辛苦，人都趴下去了，找到人都趴下去了，有没有？好啦，吃点东西啊，人都趴下去了，给你吃轮回盘好不好？轮回盘，两个人都趴下去了，你们怎么这么可怜啊？我对你们不好吗？吃金创药。哎呦，按太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继续穿墙啊。有多烂都不会比仙武前的攻略本烂，烂的有的比，我觉得。哎呦呦，传送了传送了。哦，来到这了来到这了，我可以先存档吗？存档，目前无法存档。那如果我被他打死，是不是一切重来？哎呦，先开宝箱啊，这么恐怖的东西。我先出去存档好不好？一切重来的事情我做不到啊，那传送回去啊，让我传送回去。我们先出去存档好不好？他说要跟他打完，他才会回家哎、欸，要跟他打哎、欸，跟他打这种事情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。存档存档，你不要做这些恶心的事情，不要对我做一些恶心的事情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走过去了走过去了啊，我们已经知道在哪里了。喂，来了来了，小雪他们走过来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好紧张哦，要打了，要打了。聊天聊天，我要回去就打赢我的宠物，要回去就打赢我的宠物。哦，你的宠物好像还好嘛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强，就只有这一个凤凰感觉比较强。这个是凤凰吗？这个不是，不是当户，当户什么东西？偷窃失败。